嗨，大家晚安，我是无界。那今天呢，要来实况集合啦，动物森友会。那这是之前有说过的，我弟的 Switch 哦。那之前有直播一次，然后也先找了三位初始岛民哦。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好好的整理这座岛啦。嗨，阿姨。我们聊一下吧。牵引呢是我弟取的名字。哎，对，我的房子也盖好了。一开始的小房子好可爱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先来做无聊的除草工作。那今天呢，富达也来到岛上了。待会呢，我们也来去拜访一下富达吧。其实拔草还蛮治愈的，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呢？还是你们觉得很烦，要一直拔草？我觉得呢，就是可以完全的脑子放空了嘛，就是看到草就按一下拔一下。有人说呢，这个动作就像我们在挤粉刺一样，就是很疗愈哦。反正呢，一开始也有那个拔草的任务要解嘛。我记得最多要拔2000多根草，所以在那之前呢，尽量拔吧。还有可能有的人会想问说，哎，为什么12月了，我这边还是在开夏天的花草哦？那是因为呢，我弟选择的是南半球，所以呢，季节会跟北半球这边不一样哦。自己北半球的岛玩习惯了，我好久没看到这样子绿油油的一片哦，突然觉得，哎呀，夏天还真是不错呢。虽然秋天那样子树红红的也是很漂亮的。但是现在再回来看呢，春夏两季，岛上的风景还是很美的。然后这边呢，就是富达的临时帐篷啦。老实说，我已经忘记他会先搭这个临时帐篷才盖博物馆了。这样真的是有。那个来到外岛探险的感觉有没有？然后那周围的草呢都拔完了，我们进去跟富达打声招呼吧。嗨，富达。哦，没错哦。哦，现在想一想呢，他也真的是很冲哦。就这样子呢，就突然想要在这座岛上建设一间博物馆了，也没有管说会不会有客人来看哦。你是从哪里要到经费来盖这个东西的？怎么了呢？呵呵。哦，化石的展览室啊。嗯哼，所以我只要跳过去挖化石就好了吧。嗯哼，好哦。哎，这么说我现在其实可以直接游泳游过去，对不对？好哦，好哦，好的，没问题。
十五种啊，应该不难吧？而且我现在这边是夏天，物种应该蛮多的、哦。那我们趁现在来回顾一下，它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东西？它这边有类似书房书桌的桌子，但是上面放了很多东西哦。这边还有放大镜，有没有？那桌上这个算看起来像纸，但又很像扁掉的抱枕啊，有没有？然后它的布告栏上面呢，有一些乌龟的骨头之类的东西哦。那这边呢，虽然也看起来是一般的工具架，但是放的东西不一样。这边有望远镜啊，背包，然后还有书哦。角落这边呢，有个水族箱，然后有接个水管哦，应该是从外面接进来的水管，然后再帮里面加水。然后这边呢有个铲子啊，什么冒险帽之类的，但我想他应该完全没有用过吧，最后还不是都靠我自己帮你找东西进来啊，真的是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为了富达来捕捉东西。哇，我身上有太多杂物了，我们先来卖一卖好了。嗨，这些我刚拔的草，哦，又有事吗？哦，讲这种话，还不是要靠我帮你们挖30个铁矿石？哎，还可以啦。哦，啊对吼，现在有收纳空间了。啊，快乐家协会哦，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好，我开始贷款人生了。好的，我认命了。好啊。那就是哦，那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还是要假装问一下、哦。所以那些动物们是任性的客人呢、啊。好啊，虽然在他告诉我这件事之前呢，我已经先把动物们都找好了。啊，请说啊。不要开电好了啦，你们开了之后呢就会固定上下班不是吗？我喜欢你现在24小时的不停上班哦。哎好吧，木材、硬木材、软木材各有30个，还有30个铁矿石。真的是哦，要求很多呢。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补充时间啦。我觉得商店晚点盖也没关系哦，因为呢现在24小时也不错嘛，对不对？学会了铜锣，天哪，这是我主账号超后面才学到的东西耶。我们现在呢可以一边捕虫。哇，这里有蝴蝶，然后一边钓鱼，先来收集虫跟鱼15种，然后送给富达哦。
不要走，不要走。会。哦，这里刚好也有个池子。哎，我的主账号呢？池子是在蛮上面的，就是比较后期才有池子可以钓。想不到我弟选的这个地图一开始就有池子啊啊！我以为丢错方向了，说可恶。想说收回来再换个方向，哎哎，哎，因为有个人死在这里，嘴巴里面咸咸的，对不起啊，晚点再来理你啊。可是呢，你挡住我钓鱼的路线了、哦。今天呢算是礼拜六啊，但是呢旅游在这里，因为呢我还没有完成主线，所以 KK 礼拜六不会来唱歌哦。怎么了，阿姨怎么了？对啊，哦，好，你要送我什么？哦，好棒哦！啊，为了健身准备的。你是原本打算拿来做什么呢？有五块，那我刚才呢也有十五块，是之前出岛找岛民的时候有的，所以我还差十块，在自己岛上挖一挖应该就会有了吧。哦，黑鲈鱼，黄粉蝶刚才已经有了，所以就先不抓啦。哦。差点让他跑了。这个是水水水水水什么东西？不会念，不会念。好，我再去查字典，然后后置在画面上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念。耶、yeah, ，这个是孔雀鱼。我，哎呀，钓竿坏的有够快的。哎，我来交差喽。捐赠。凤蝶。基于极为个人及生理上的因素，我对自己是否能提供您客观的资讯不太有自信了，因为他还是很怕虫哦。晴姐说，我们看他为难的时候都会觉得他很可爱哦。那大家呢就可以像这样子一边捐赠一边听他科普一下岛上的各种动物哦。那像我呢之前很喜欢看那个克雷的频道，他都会做非常非常深入的科普。那之前呢动森他也出了最后一集的科普，因为所有的物种他都讲过一轮了。那我非常推荐这个频道，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个很喜欢看动物星球频道的人。那又看到他的频道在做这样的内容，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现在南半球这边呢，应该算是初夏吧，因为没有蝉哦。哎呀，这个可以捐赠吗？想到新的 DIY 了，好久没有噔噔。嗨，阿姨。我弟真的是超幸运的，居然初始岛民就可以，没有洗就中阿姨哦。哎，火鸟你出门啦？怎么啦？对呀、啊。哦。你要给我什么？
啊，铲子哎。好哦，啊，我看到有蜻蜓，不要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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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太好了，又抓到一个。这样我们在捕抓一样新东西，博物馆呢就可以开始准备新建啦。蝌蚪，OK。这样子我们凑齐了，赶快拿去交给富达吧！耶，都收集齐了，太好了！赶快赶快哦，期待你开幕哦！这边呢刚好有个石头，我们顺便来挖看看，可以挖到几个铁矿。这个位置真刚好。哎，少挖一个，可恶！有按太慢吗？那刚入手的石斧头呢？就拿来砍柴，用来收集。盖商店需要的木材哦。要个30个吧。这边砍一砍，应该都会有吧。嘿，我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啊，随便就被叮得满头包哦，哈哈哈。好了，我们先把30个木材呢都收集完了，先把它交给，是丽梨还是豆梨呢？来，我收集好了，哦，是豆梨。我要捐赠哦。对，请收下吧。简约壁板墙，哦，没加组合，这是随机的吗？为什么会送我这些东西呢？那刚才在砍树的时候呢，我有发现到我弟的这座岛上呢，刚好初始的地点就有好多石头哦，所以呢，靠这些石头应该就可以挖到矿了。来，好哦，这边呢有挖到4个，这样子铁矿还差2个而已，OK 的，马上就盖好哦。这个怎么是钱？欺骗我的感情啊！算了，刚开始我们也是很需要钱的。哎，阿姨，哇，阿姨好可爱，做这样子。哦，这里还有一个。要2个就可以了，再一个，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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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东西都收集好喽，捐赠，请收下吧。
好，那我来想一下，要先铺在哪里哦？如果呢，我们事先就先规划好，之后改档，我们就可以不用移店铺。那我还是希望呢，博物馆在这嘛，那我还是会希望说。是盖在服务处的附近哦，哎，或者是上面这三棵树呢，就直接把它盖在这里。服务处后面可以直接看到商店，好像不错哎，好像不错哎。好，那我就选在这边吧。这棵树有点挡路哦。来，应该这里吧。我们来想象一下吧。好像不错哦。啊，之后扩大，应该也会很好看哦。还好，重新考虑一下哦。我好像没有考虑到服务处也会变大，对不对？到时候呢，它整个房子盖在这里，好像会把。整个商店给盖住哦，对不对？我好像忘记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如果比较靠近左边这边的话，应该就不会被盖到了。好，那我们靠近左边一点吧。对，就这里。来想象一下吧。哦，靠近水边的，好像不错哦，就盖在这里吧。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服务处这里看到后面有商店啦。虽然我不确定服务处的房子整个盖起来之后还看不看得到，看不到的话，到时候只好再移一次了。好了，再来呢，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把旅游给叫醒了，再5分钟就好，根本是在赖床啊。啊！呵呵，他刚才居然讲说我的爱人，感觉呢他在发生船难之前不知道跟谁睡在一起哦，哈哈，呵呵，看得出来哦。Oh my gosh！好了，这边呢就是重复的对话啦。那我们就来帮他找零件吧。啊，阿姨在打瞌睡耶。你看我弟捏的这个角色长得跟胖丁很像。一样的牙，一样的眼睛哦，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我每次呢要找他这5个零件呢，就觉得好累哦。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有办法，不断用石铝来拿那个旅游道具的人哦，居然有办法一直做这么累人的工作。我重复做个2次，可能就不行了。所以呢，我的主账号到现在呢，还没拿到金铲子哦，就这里了，有了，好，交差了，找到了哦。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他的手机荧幕是真的有破掉的。
那再来呢，我应该要准备我第三位居民的房子啦。虽然我不确定第三位居民，会先住进来谁哦？我已经邀了小桃、七七，然后还有阿盼，我已经邀了他们了。可是呢，我不确定呢，谁会先住进来哦？那我们就可以来继续期待啦。那我们今天实况呢，就先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